他们都是曾经任职于米其林推荐餐厅的厨师们。Oh my god! What's wrong?太好吃了，所有的元素搭在上头是完美的。可以不选吗？不行，两轮要先还是爱讲先？我选择29号。你们故意？爱讲，你的选择是哪一位？